哦，可是活木是0.7耶，拍的看错，对不起，拍谁看错的？学加强化槽。罗饼用纸啊，可是纸我记得不是，对啊，它0.1耶，耐久超少耶，纸放在绑定的地方吧，没关系，那就手柄，对，是，刚看一下那个打什么。骑士史莱姆大阪，嗯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大阪粗暴？我可以不用这个吗？我不要红石合金吗？我不要粗暴。对啦，我就是在找这个啦，更快破坏徒手就能破坏的方块。骑士神魔。对。看到耐久五减五，眼睛就痛。耐久减五而已哎。就看到那边耐久减20多少的。好啦。乘以0.1、0.2，那我觉得那更惨。红合金用手把耐高有加差槽啊，白痴哦。对啦。余味还在，你也好，我再看一下哦。合金壳强化不？可是强化是一，对不对？按键设定中，降魂、扩充、切换 GUI 可以开关环球旅行者。按键设定中，没关系，这种在研究。我先来看一下按键设定。按键设定中，降魂扩充的切换 GUI 可以开关环球旅的。感谢特地给钱，而且你给太多了。这个吗？降魂扩充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那我扩充按那个。I 是什么？人类 I 更改模式，到打开扇形眼，好，完成，好诶，用好了，所以是拿着环球旅行按 I 就好了，等一下我这个，不是按 I 啦，按那个就好了。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！你们真的要按，按真的要按按看。嗯，拿那个环球旅行，然后再去找那个，嗯、因为它是预设是关闭的。嗯，然后自己去设，然后它出现一个很可爱的界面。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好，我们继续研究手柄。啊，这个铭刻的效果是强化一还是强化二？他有说更多欸，但本身挖掘等级只有倒贴，你用菇磨刀石加碎石强化到刮菇的等级，哦，这个我知道。然后咧，大阪用菇的记事本在哪里？大家聊天室。头，记事来，大阪。我还剩一个大阪的位置，要放什么？那个吗？耐酸铝吗？可以吗？手柄。
把金币放在压缩抽屉，再拿出定比较快，不用合成。哦，这样哦，可以。那我问你哦，那他这个铭刻的效果是强化一而已吗？那这样一的话，用活木是不是比较好啊？活木的话，耐久还有加，又有植物，所以你会去选择活木还是红石合金？哇，我好认真在问哦。可以，可以，这是求知的欲望。因为当时真的不太敢搞。搞装备是因为怕就是做错要重弄，心态会崩。就是弄了很久，但是干，它是一个要必须重练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我先去弄，现在开始弄。好了，我来特殊仪式了，希望可以成功。特殊仪式，就把我的美金块充能。八个，这个也不是我做的啊，这个是从杰克加枪来的。什么东西？骑士史莱姆啊。哦，还不会做。可以混看看。碎石跟染料，跟纸一样，看增加多少。哦，所以。跟纸一样，纸只有加一个吧。大锤跟锤头都是顶端效果，可以用耐酸代替史莱姆当头，就怕挖掘等级。所以不用强化那个嘛，用强化菇，不用用磨刀石强化菇，活木手把比较好。有啊，我觉得活木比较好哎、欸。还有加耐力，哦，大板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所以我头就是用骑士史莱姆喽，倒下去，再来试，再是什么？哦，有了，第一块，好浪费电哦！我的天啊，要充电了。有啊，有，这应该是新版本的降温哦，大概是个大版嘛。大版，欢迎成员。哎，你 ID 好眼熟、哦。你是不是有我的 LINE？ 是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感谢会员。骑士史莱姆主要功能是挖土，跟其他速度挖石头一样。哦，那这样子我铲土也比较……哎呦！没有会员，知道，我都已经知道要有会员了，可是他就是要出来不出来，准备讲话的时候就给我出来。啊，感谢啊，多给我一点爱心，拜托，我现在爱心真的好缺哦。我还记得你，我还记得你。再来是耐酸。耐酸率，我要挂资源了，晚安，拜，晚安，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团团，嗯，
你有需要什么的话可以跟我讲，然后价格我已经贴在我的农田旁边了。哦，你已经开始要做生意了。对，就火力，就那什么火力碎片还是什么的，基本上是精华，基本上是超便宜的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不然你们自己跟我说几，全部加起来几分几秒，请私讯我，因为我开台到现在。今天已经开了五个小时半，所以我不可能一整天时间听五个小时半的精华，不吧？记录档。没有啊，你就去回想一下这五个小时半，你有没有记得印象深刻？没有，就是没有精华。没有啊，我就没印象啊。那就是没有特别的喽。对啊，今天我有三个多小时都在泡岩浆哎。为什么？我在练装备耐久度啊！哦，我现在装备上面还有一阶，我现在装备已经传奇了，它上面再一阶是25600。天哪！对啊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啦，你们可以就是听记录档，然后把一些好笑或是我被吓到的地方，就是把时间鬼跟我讲。嗯，好的，这个是。这好像也蛮多人有这样做啦。对啊，就可能跟我讲说，今天可能是八个分段，可能今天是第二分段的那个一那种十分钟等，这样跟我说。嗯。生母不是有在玩，他送超多的，有啊，就是生母有送，然后你偶尔嘛。再是另外一个叫做赫兹的，就是一个会画图的猴子，他也会送我。现在就主要是靠你们三个人在维持我的爱心经济，不然每次一有活动一定是少个一两百个。什么爱心啊？要怎么跟你说留言？哦，到我粉专，你就说想报名精华或什么的。然后可能我就会打说谁谁谁提供之类的，我可能会重复啦。哎呀，像比如说今天是喝猫喝咖啡提供啊，猫喝咖啡跟咖啡壶同时提供同一个，可能我就是先剪出来，结果咖啡壶跑来跟我讲同样一个精华，可能就是会被取代掉。哎，阿外耐酸女嘞，哦，底下。好，再是活木，活木要怎么做？把木材丢进那个吗？水里面就好了吗？举一下。哇，我做出来啦！活木，大型板条箱。目前进度：孤锤头、耐酸铝大板。啊，然后做一点石头磨刀石，以后就可以直接用。白厨要怎么得到啊？白厨要加油吗？原木放在 Yui 那小花旁边八格内等一分钟。所以我要放几个啊？啊，他的花嘞，他的小花嘞，小花花不见了，小花嘞，小花花不见啊！尤伊，啊你的花嘞？我要把花吗？你也会跑去哪了？他有现成的哎、欸。啊花咧，小鱼的花呢？这个吧，火红莲感觉不是啊。好、嗯哦，了解。新观众报道 ，Hello Hello。嗯，谁跑来我家了？
在楼上。嗨，杰克。长怎样啊？干嘛不是？啊，我在上面啊。白厨。这哦，很快啊！我其实在想我要多高哎、欸。我在想我要盖多高，高于会比较比例不会太奇怪。它太高吗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它太粗了，所以要高一点，比例才不会怪怪的。我就在那边抓高度，嗯，是不是还是太矮了？看一下，都比左边的三木树高了，是这样没错啦。可是你要想左边三木树只有四个，面对门的右手边，看六层。面对刚做的那个，哦，这个、哦，小坏坏，超大空间，我找到你了，都要放三个原木，它还有三叶，好猛哦，板条箱。是这样放吗？应该不是吧，没那么白痴吧。你往上走，要敲掉它。想之后要不要一口气盖很多层，然后我所有的模组都在这个塔里面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也很喜欢这个花，也是可以啊，所以我会偷采一些回家。哎，是哎、欸，哇，好漂亮哦。所以我可能之后这边要那个，我来看要做一个层是那个箱子。哇，你们好懂哦。好棒哦，最棒了！对啊，你们最棒，最棒，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会讲这个了，超好笑的。哎、欸，所以是谁先发起？是我们还是？是我们啊！我哎、欸，应该说这个原本不是我们发起，是应该说是有人的就是口头禅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时候在那边闹，就在那边玩这个梗，然后玩到之后，越来越多人都会讲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为了犒赏你们。再多开一小时，哎呦，哎呦，他长大了哎、欸，杀掉！哇，那不就要去找这朵花？还是这朵花是炼成出来的？你说活木吗？就是白雏菊啊，我看他配方好像是丢三个什么染料的东西。嗯，感谢小雨。感觉我要接下来要做个充电站。Hello， 哦，呀，忘记我要干嘛。然后四个神秘花瓣到花药子，再加一颗种。哦，太强了。好了，做出来了，再来。感觉这一把会很漂亮耶，玩他觉得看他说挖掘等级是黑曜石，可是这个菇大那个耐酸铝大板不是说可以挖到菇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两个都可以挖到菇，可是没有吃到这边的效果。怎么会这样？回头跟耐酸铝，赶快讲，什么意思？回头跟，换一下，说这两个互换哦。蛙是吃锤头的。对啊，那我可以直接用魔招石升级吗？强化应该也可以吧。对啊，就是魔招强化升级啊。不考虑一个用石头吗？
不用啊，因为其实耐酸铝够啊，我们有量产耐酸铝。我记得是谁很多啊，忘记了。对啊，有量产的东西都是隐约。对啊，我记得超多啊。对啊，大阪是吃顶端效果。对，我就是不懂这个，什么叫做吃顶端效果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意思了。好，所以我做出来，我我用菇来强化它。好，所以是要用菇的磨刀石，再加铁那个嘛。刀石，哎，鱼油一直打嗝都是鱼油味，哎呀，赶快去吃这些嘴巴比较。可以盖过的啊，臭豆腐啊，啊半夜没有。要吃什么？这么重的？我只能讲难听一点的，吃屎。没有啦。有什么口香糖？你赶快去买口香糖来吃吧。那个啊，漱口水啊，不行啊，会不会太凉啊？就不要买什么李叉叉叉的就可以了。李叉叉叉的太凉了。可是石头的东西，你耐久超低耶、欸。小孩你有抢过吗？石头的材质，看它耐久120，然后它做出来的东西让你工具耐久更少。吃牙膏可以吗？你可以去刷牙。晚安。对啊，刷牙就好了。啊，你还是打我好了，我。好了，发觉等。好了，都诞生。好了。完成了，那强化咧？强化有推荐要用什么吗？强化经验苔藓，我应该就不会再附了吧？不用修的，等一个。你们觉得幸运好还是丝绸好？我推丝绸。我把苔藓刷一刷，可是。我竟然都已经有，我们都已经有量产材料了，看量产这么多，而且云月现在还在量产哦。所以不推丝绸吗？绸，因为丝绸挖回来，你至少有确保说你一个地狱矿。可以烧出两个铁跟两个金，哇，一堆幸运欸，好吧，难得我会听阿伟的话，感觉阿伟玩很久，好啦，那就幸运吧。红青青，太虚，我丝绸应该就是附在这个上面吧。被我用到幸运，反正稿子有了幸运，杯子就丝绸啊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稿子没有幸运，没有丝绸啊。反正先幸运三嘛。好吧，来个幸运三吧。过了、哦。
服下去。我玩工业就是丑，没有就换工业是哈基在玩啊。嗯，不咯。好了，完了，我干了。海绵是不是可以弄到丝绸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有个丝绸的啦，只是我还没装上去。海绵是丝绸没错，是的、哦。啊，海绵的不是只能拿来挖东西吗？所以它，我是想要刷它那个，它打块。那要不要用效率？效率你要等我的武器升上去啊。那就是已经强化次，等哎，怎么用多次？哦，青金石不算哈。好、啊，我等一下用效率。我想先用那个挖宽的哎。好、哦。啊，这个我忘记了。加水平，对，这里面有几个最近 YT 打字啊，都教蛮多的，我都有在看的、啊。啊，然后那个仪式的旋律也会在我留言板下教我很多，感谢你们。那原本那一把锤幸运吗？对啊，就是幸运啊，他是幸运，但被我弄到不幸了，很难过。他是个幸运孩子，但开始不幸了。会不会用宽到128乘128？不会啦，降魂最终就5乘5啦，降对啊，降魂跟附魔不搭，不会相加，完全那附哎，团团家是不是有那个？嗯，有附魔台啊。好，我去给你们看。记得我父母还是放在外面吧。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团团你好，你好，我拍谁了？不是啊，我在打改字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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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繁星。看哦，放上去，哒啦，完全没到过。不是因为我已经附上去了，是我那时候。像这个完全没有附，这两个包还完全没有附，没有强化过，它只支援得的，没有。哎，问一下，你家这个头颅是不是拿下就会一直飞啊？对啊，你看它一直在飞啊，啊永远的飞。对啊，那我来丢酸鸭进去啊。你看它一直飞。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好可爱。嗯，很 Q。白痴，干嘛？你进去。都玩模组了，还附魔台？我跟你讲，就是玩模组我才搞不懂为什么这个附魔书看起来这么 OP。你看，
不是截至氪金啊，燃油效率三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效率钓鱼钓到的，哦、然后我的实践上面还有窃魂一。好、啊。然后金剑有很多、啊，金剑有吸血二，不死氪金三。神奇。然后钻石头盔有微光。不是啊，那个附魔台可以当做装饰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它也是很漂亮的，也这样。这些鸡不是养到拉到他们有公仔，我就不养了。嗯。你就不需要。好了，我付了。扩展。再来就是。要先加钻石加绿宝石吗？要吗？先钻石再加绿宝石上去，可以看发电机的没有效果。用铁砧附铁砧哦，下面很做铁砧吗？没有。对啊，铁砧没有。要那干嘛？可是你要做也随便就做出来了吧？啊，也是啦。对啊，你随便就做出来。要，去做指定的附。那个附魔术是发电机的哦。好啊，那，哎，那我还有一些附魔术很好玩。哇，这是什么语言啊？不用强化耐久度哦，浪费是不是？我还有猎头三铁臂。墙壁的 P， 墙壁的 B， 然后还有一个自动冶炼灵魂绑定三，经验摄取，屌不屌？年快乐，完全不记录档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还是用线加鱼饵吧，没有，要一直充能，刚麻烦。反正线很多，越多。好。哎，既然你那么会玩。哎呦，太多了。我问个问题，就是要这两个蛋糕会不会冲突到啊？一个是可以开什么物品栏扩升升级，一个是什么工作台升级。这两个是干嘛的？看他说吃掉后可以在物品栏中使用三乘三。工作台是可以直接三乘三的课程啊，我吃。你有吃？嗯。啊，另外一个嘞？另外一个我没吃。物品扩充不会哦，所以先吃工作台升级蛋糕吗？因为这个本来是我要拿来拍影片，我想直接吃掉。嗯，多两个按钮。我要关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因为这个是我在地牢捡到的，那时候在这里，我还没有可可豆，那时候地牢拿到的。好哦，那我还是来拍影片。那再来，我的锤子要做什么？还有两个强化红石吗？最好单人哦，多两个按钮开启，刻印加魔法术加三名加五那哦，这个我知道啊。
那你的意思是刻印加魔法木，加三名刻，加五耐久是耐久大板吗？哎，大板，哦，拍谁？可是我红烧是。想问你，这加耐久是加哪一个啊？就耐久不是大说什么板。耐久大板吗？对啊。黑曜石的吧，是吗？我真的是耐久大板哦。因为我看到你跟我讲那个手里剑啊，钥匙加任何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2点半没错吧？没错没错。感觉这就是拿来玩的啊，就是我一千有1000喜欢之后，我就会这样子玩啊，开始在搞一些有的没的，所以赶快趁现在开台问清楚，之后才不会说，哎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哦，好了，我们去吃吧。加了没？发现繁星还在猜，不会啦，大概3点吧。所以动。大板强化应该只追本耐久，所以用难的耐久太低，对哦，最后面的大板做的什么？哪个啊？干嘛？哥，金大板，哥，这个啊？不回，拿去做，拿去刷怪机，刷怪，哪个是不回啊？对不起，现在讲的我有点开始吸收不了了。声音太小了，我吗？对不起，开始有点累了，开始累了。